上次打举办大嘻哈时代二的冠军阿夸面来了，穿着蓝白拖，骑着欧都百来了，目标直奔总统府。夺得大嘻哈时代冠军的阿夸面也一同共襄盛举，带您直击最新赶场画面。跑到一半，手机响了，谁打来的？一看，原来是高雄市长陈其迈。阿夸面，你办个照啊？跟你音乐会办你的歌哟。视讯来电提醒阿夸面跑错棚了，让他超懊恼。原来阿夸面受邀出席总统府音乐会演出，最新宣传片曝光，隔空合体高雄市长陈其迈。阿夸面自己也在 IG 宣传，陈其迈则 po 脸书说最近很红，底下留言刷一排，高雄音乐会有够嗨，成功达到宣传效果。总统府音乐会在阔别疫情之后首度举办，整体的内容我们包含了跨界、跨世代、跨族群，甚至还跨国。总统府跟文化总会共同主办2023总统府音乐会跨海音，也是台语中看海浪的谐音。7月8号晚上7点，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登场。这回是出宣传片，阿夸面同框高雄阿麦，以诙谐剧情为音乐会揭开序幕。财经新闻陈月祝福君台北报道。